主料，绿豆500克，辅料，红枣，红糖，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，30分钟到1小时，绿豆少放，淘洗干净，放进煮锅里，放点青布，大火烧开，转中火煮1小时，煮好的绿豆沙，看看煮浓稠了，备红枣，红枣去核，倒进煮好的绿豆沙里，再煮10分钟，放进红糖就可以开吃了。烹饪技巧，红枣多少随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